我与公子无缘，我愿意为公子举荐一人。谁？司马懿。司马懿，你够狠啊！你宁死都不为我曹家效力，岂是可诛？吴关中郎将让我带话给你，你不能用，则杀之。先生若入我门下，我必以礼相敬。你既然了解我的欲望，就应该知道我的志向。我要的。 仅仅是一个世子的位子吗？望中郎将三思。你还真的是不敢揣度我的家事。臣刘协叩见皇帝陛下。我就向全天下证明，你没有做错选择。这世界很酷。